帅印，教唱天雄兵。安，沙头谷大太保李思远，只因皇娘挂帅，教我唱点兵，众家可得有教场去战。
兄藏韬略，智谋高。看看皇朝四起道啊，是是啊。皇朝造反，襄唐王驾崩，西岐没了，臣恩官前来搬兵求救。古也曾民国洪氏大怨，永不与唐王吃力报效。我那两个无知的妇人收了人家的纸包，一个要挂帅，一个要吃兵。挂帅吃兵倒还是可，也不知怎么糊里糊涂地把个先行就弄到国王头上来了。本党不顺他们的令呐，家法甚是厉害啊！家法大似国法嘛，只得勉强一心来带马呀。好嘞，来来来，我给老千岁带马，带马。那小子啊，你要干什么呀？给老千岁带马呀。哦，你给老千岁带马呀？啊，这马你带得着吗？我是马牌子，这是我的差事。哦，你的差事啊？对了，你这是八戒差事。你才八戒差事。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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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人因何争吵起来？哎呦，老千岁，您听我跟您说吧。您听我跟您说吧。听我说。慢来慢来，一个讲了一个再讲。哎，老千岁，您呢听我跟您说啊。我是马贵儿，他是马牌子，您要出兵打仗，这个马理应我给您带，是不是？这小子他要给您带马，您说说他这不是越级当差，简直是胆大钻营啊！这个，你不是看守宫殿的老君吗？哎呦，老千岁，您还认识我呢？您可真是好眼力呀！怎么不看守宫殿也要上阵打仗吗？啊，听说您要出兵打仗，我要跟随您的鞍前马后，大小的我也要立点功劳吧？这，哎呀，这两军阵前刀枪无眼，倘有差池，岂不可碎了你一条老命呢？哎呦，我的老千岁哟，您这一句话不要紧，把我这一团尚武的精神全都给打消了。刚才您说什么？我老了是不是？哎呀，这个人呢总是会有老的。昔日姜太公八十御文王，赵国廉颇年过七旬，是日餐斗米，吃肉十斤呐。当然了，我不能和前辈古人相比，就是论起饭量来，我比廉颇也小得多，不是？这大丈夫生而何患，死而何惧？怎么听你之言，干么是不怕死？哎，不怕死，我这一生一世就是不怕死，我是求死如生，纵然战死阵前，我也要留个烈士的英名。好，就命你带马呀。好嘞，来来来来，我给老千岁带马喽。
皇娘，众家太保少礼。啊！力讨黄金印，令箭调三军，马踏花石卷，报之金乾坤。贤妹在殿耳吗？姐姐，还是您长我两岁，总是心疼那个老头子。好，我就再点二卯。大太保在，吩咐再点二卯。齐鼓听殿。只因天气炎热，我父王披挂来迟，还望皇娘宽点三毛。好，我就给你个面子，再点三毛，单点先行。起鼓。竟赶不到，大太保在，将乌某
手牌悬挂营门。特令，马来呀！来了，来了啊！你无聊啊？啊，我有看戏，故就来了，怎么会无聊？你无聊，我皇娘的骂我去了。哦，算不了什么，去下来，对他们去讲，就是孤王到了，叫他们前来迎接孤王。嘿，好大的派头！哎，元帅迎接先行，这不瞎捣乱吗？这个启禀皇娘，我父王引导叫二位皇娘前去迎接。什么什么什么？出去迎接？你告诉他，他误了我的某气，让他给我报门而去。啊，父王，我皇娘叫你报门而进。叫哪个报门？叫你报门而进。丫头，人马是顾家的，发兵不发兵，居在顾家，还要顾王报门，顾王不干了。投啊投啊！投啊！老千岁，老千岁，您别走，您别走，您回来，您回来，听我跟您说啊，如今呢，是二位皇娘挂帅，您呢不就是误了他们的某妻了吗？念不出溜的溜边进去，这事儿也就过去了。您要是这么要菜的话，那篓子可就捅大了。烦了啊！谁烦了？烦了啊！谁烦了？到晚来不叫我姑醒他们的梦，师门呐、啊！对了，这是他们拿手的嘛，东宫不让进，我又往西宫奔。对了，西宫那儿等着您呢。我疼，这招更准。
在临安殿上，搬门起来神。哦，你要喝两盅啊？故意深一时，好怕笑来呀。错，是我啊！我这个先行不是买来的，不是捐来的，也不是运动来的，哎，还是你们亲自派下来的呢。不错，是我亲口派的你。我问问你，本帅出点大谋，你竟敢三谋不到，你是该当何罪呀？孤王料理宫廷之事来晚了些，也算不了什么。什么公务？你别胡说了，我们姐儿俩昨儿晚上早就料理好了。你误了我的某气，是明明瞧不起我呀。欢迎你是。那我就对你不客气了，我说来呀，把老东西推出去给我杀了。哎，杀不得。啊，贤妹，老大王披挂来去也未阔这，你不要杀他呀。姐姐，我是吓唬吓唬他的，我哪能真杀他呀？哼，死罪已免，活罪难容。来呀，把他推出去，脆狗的四十军棍。哎呦，打不打？启禀皇娘，我父王年迈，压打不屈，孩儿情愿替他领责。哎，好儿子。怎么着？
你情愿替他爱呀？真的是。嘿，你可真孝顺。起来吧。嘿，老梆子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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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说什么？您人缘混得不赖呀。感情嘞，人缘次了，能有这么些人帮着他唱戏吗？我要杀你，有我姐姐替你讲情；我要打你，有你那宝贝儿子替你挨。我是杀也杀不了你，打也打不了你，干脆我不用你了。怎么不用我了？不用了。哎呀，我真想不干了，告辞告辞。哎，回来。不用可是不用你了，赐你100名老弱残兵打入后队，有我的令箭吊你方可出来，没我的令箭不许你满营的给我胡溜达。你要是胡溜达让我撞见喽，小心拿你当奸细查办。下课吧。完了。哎，全完喽。大太保听令。参。逢山开路，遇水叠桥，就此拔寨一营啊。得令，拔寨一事情日前都有了，哎，古来无有的事情日前都有了啊！哎呦，老千岁，这个事情不算稀奇，它是古来就有。什么？听我跟您说呀，昔日桀王宠墨喜，周王宠妲己，幽王宠褒姒，本朝的唐明皇他是宠爱杨贵妃呀。哎，这可都是好酒贪杯的前车之鉴呐！看你不吃，还晓得这么多的历史故事。哎呦，老千岁，
听我跟您说，我在家里闲着没事儿的时候，那也是常看钢剑呐。如今好了吧？哎呦，如今怎么好了？怎么你不曾听见吗？我听见什么呀？方才他们言道，此我以千名火头军压制何无队，每日开怀畅饮，哎，此乃是国美差。老千岁哟，您呐全都听拧了。怎么？二位皇娘赏给您100名老弱残兵，是督押后队，没事呢还不准您胡溜达，要是胡溜达拿住了当奸细查办。哎，我也瞧出来了，您现在这叫什么呀？这叫停职反省啊，这个。哎，我也瞧出来了，我再跟着您混呀也混不出什么来了。哎，我说那小子，哎，你不是老惦记着给老千岁带马吗？是啊。哎，这个差事啊归你了，我呀我不干了，我走喽。回来回来回来。怎么的？你这国人怎么这样的失脸呢？哎呦，老千岁，他不是我失脸呐，您想想，我是跟着您的，连您都停职反省了，那我还能有什么好啊？那早晚不也得下岗不是？听我与你讲啊。您说那些个太保，你看他们一个个日朗似火，他们呐也只好是心为实力，若论吃品打仗啊，还看顾家。哦，听您这话茬儿，若论冲锋打仗还得仰仗您老人家。还看顾家。那我有两句话要说，这个二位皇娘要是拿大令调您的时候，您就别给人犯角脾气了，什么我脑袋疼啊，我屁股痒痒啊，您乖乖的给人家干成不成？我有哪些过事情？哎，好嘞，有您这句话呀我就放心了，成，我就再捧您一水，来来来，我给老千岁带马喽。Thank you.
此次路过知连寨，有家待望，将孩儿杀得大败。怎么着？咱们大军路过朱连寨，那儿有个山大王，十分骁勇，你等不是他的对手吗？真是。他叫什么？名叫周德威。周德威，我倒是听说过。他说些个什么？是他引导，但叫我父王出马。怎么着？他单让你父王出马吗？真是。哎呦，承恩官，我把我们老头子给得罪了，如今这个周德威又让他出马，这可怎么好啊？千岁出马，定能胜得过那周德威呀。没法子，还得请他。太保，拿着我的令箭，把你爹爹给我请来。特令。承恩官，我们老头子脾气有点倔，待会儿等他来了，您看我的眼色行事。哦，是是是。怎么？这是客位。哦，这是客位。啊，贤弟，请坐，请坐。哦，承恩官，您瞧吧，我们老头子岁数大了，他不懂礼节，这都是让我给他惯的。您可别见笑啊。哦，您看这是怎么话说的？这话有个人呢。你怎么又坐这儿了？怎么？这是帅位。哦，这又是帅位啊！那孤王呢？你呀、啊，那边凉快去。那边就那边，家务常理呀。嘿嘿，老千岁，来来来来，这边就这边，这边空气更新鲜。哎，唤孤王前来，有何军情一论呢？嗨，也没什么事情，我呀。闷得慌了，想找你谈谈心。怎么谈谈心？嗯，哎，谈谈心就谈谈心。我说老头子，咱们大军路过朱连寨，那儿有个山大王，他叫什么？周德黑吧？敢是那周德威呀、啊？对。周德威，无名小辈呀、啊！什么无名之辈？哎呦，他可了不得呀！怎么，众家太保都不是他的对手？你敢会会他吗？无名小辈何足道哉！好，先行听令，命你大战周德威。不得有误啊！哈，看来是用着孤家了。孤王今日不耐烦，不伺候。哎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说什么？我告诉你说呀，你要是得胜回来，我是另有好处。啊，
什么叫做林有好吃？拿耳朵来。哦哦哦哦哦哦，明白了吧？啊啊啊啊啊啊啊！没听见。嘿，怎么耳朵也不好使了？我耳朵有些沉了，听不真切了。你呀，是想出来我们大家听上一听呢？嗯，你听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得胜回来，我跟我姐姐给你摆上一桌酒席，把你请到上座，我们姐儿俩陪你一吃一喝，你看怎么样啊？哦，就是这样的好吃啊！嗯、哎呀，国王打仗也吃酒，不打仗也吃酒，国王不吃你们的便宜酒啊！啊，千岁，千岁得胜回来，学生还要备酒一席。这是我们的家务事，你不要插足啊！承恩官呐，您请过来吧。哦，我跟您说呀，我们老头子他不是不去，他是不敢去。哦，您想啊，那个周德威年轻力壮，刀马纯熟的，您再瞧我们这口子，这么老嘛咔嚓眼的，他哪是人家的对手啊？这俗语说得好吧，物件老了是老古董，这人老了，哎呦哎呦，一点用处也没有了。你是哪一个老了？你老了，你老了。古老是老了，头上发，向下碎，胸中掏溜，却还不老。有道是，虎老雄心在，吃年马呀。李刚强，别吹牛，你敢去吗？你拿过来吧。上当喽，皇娘，小人愿逃张鬼面，去至两军阵前，与老千岁助助军威。好，就赐你坚固一面，与老千岁助阵。哎，岁数大了，留点神。得令呐！
替干事周德威。然周德威看儿相貌堂堂，因何落草为寇，听故乡劝归顺顾家，奉儿一家太保，你且三次李克用快将之宝留下，放你全军过山。这个娃娃也惦记顾家的之宝啊。周德威，你若深得孤王丁堂报道，故乡之宝留下，你若不深呢？俺若不深，情愿马前归顺，做你一家太保。丈夫一言，岂能反悔？好，周亮丹压制朕呢？撤。
崔军呐、斩了之后算准。
看像又不像，站在哪里弄的什么鬼气呀？李克用，你我马上无异，举世人一样，可敢下马与俺比剑？比剑呐、啊！方才已然领教过了啊。哎，不是那样的笔法。怎样的笔法？本部之外，立一标杆，杆上悬挂金钱一枚，那家示众金钱响亮，封为英雄好汉。不知哪家先生？自然是某家先生。好，若孤王先生就无有二的分了。好，老伯罗登，立起标杆，哼！某家出言无我虚晃，两家比肩拼刀枪。开弓便把凋零放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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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暂停了，两儿就是韩立光，杨柳枝在树又放，漫漫大山之火。挨了又挨了，叫你把孤王就只是糊涂了啊、哎、怎么赖上我了这个？看不清金钱在何方，低下头来暗思量啊。金钱乃是一死物，就算射中也不知紧要啊！这战场之上哪里来的活物？而抬头观看呐、啊，空中飞的活物乃是一对雕鸟。好啊！要是你个双雕落地，好，你若舍得双雕落地，俺便马前归顺，做你叶家太保。丈夫一言，岂能反悔？好，暂停了。可用马上刀上了苍老天爷。王的神灵听端详啊，不若有福受此降，先生。
王。